希望你们喜欢。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觉得你们应该听点中国人的摇滚了吧？虽然刚才那个弹的也都特别棒，我也特别喜欢，但是我们是一支中国风乐队。今天没那么多人，我也就不说相声了，好吧？直接来吧。是，我们就直接开吧。第二首歌，这首歌没有在。